学年九彩碌，三分钟速学。老公，你喺呢度等等我先啦，我去梳个靓发，好快翻嚟噶啦。先用钢齿梳刷松全身嘅毛发，之后再用窄阔切刷继续梳，保证梳走所有打结嘅毛发。洗眼、清洁耳仔、修剪脚甲之后，洗白白兼且吹干晒佢。最后剪毛，以圆碌碌为前提，配合新春嘅意头，系咪好可爱呢？再衬埋呢件贺年唐装衫，老公一定好冧啊呢个 look 噶啦！老婆，我等到发毛啦，有计，速学三分钟染色变靓啲，直接将喷剂喷喺狗毛度，将染剂均匀咁用梳扫匀上染色嘅部位，再用风筒吹干佢就得啦。